那其实一个人难受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会想要呻吟啊，想要虚弱一点，因为那个你要保持那种保持那个状态其实挺难的。嗯，但你一旦虚弱了，那其实片场的士气就下来了。嗯，应该是为了这个原因，所以就尽量不让人看出来。当这个车往你这边走了以后啊，很幽默，非常幽默，就很韩寒，是一种风格。他是我见过的脾气最好的导演，可能大家都急了，他都那还好，没问题。来，我们再怎么弄呢？